我女儿，哎呀，还没谈呢，她在家里边。来，行了，行了。行了，爸。哎呀，什么的事情？小三请吧，哥哥。哎呀，小兰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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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了就是哦。看熊猫，哪个熊猫？哪个熊猫？你给妹妹说嘛，那是熊猫。我看到熊猫挂在那里了。哇，这个看熊猫。熊猫吗？我不看到。哇，猫，看猫。啊，猫。哎呀，走！哎呀，这个男生还不下来，你看，好大一只，哎呀，哦，等下来，让猫你下来吧，下来，熊猫下来，不下来，下来，不下来，不下来，还是不下来。可能有点熊猫，这狮子还可比它真娇。你还是狮子可能有点儿可比。黄色车。我下来，妈妈抱不你了。快点啊，熊猫，快点的抱不你。走。这就完了，就弄不弄？快开走！他不下来嘛？不是，他肯定是抱着熊子下来。他就是说，你看，在上面，而且翅膀很好。哎呦，他害怕！哎，看不见。哎呀，那谁呀？叫啥名字？他叫自在。